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26面，726面，我们从经文看起。第四行经文看起，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甚至断除疑惑，这几句是佛说，假使有一些众生他有智慧，明是有智慧，有智慧他才有正信，他相信佛智慧，相信前面所说佛有五种智，断除疑惑，对于这桩事情呢，他不再信有疑惑了。这五种智，他未必真正清楚，未必真正了解，但是他相信，他不怀疑。这是自信般若起作用，信佛智慧。下面一段呢，是信即善根，做诸功德了，自行回向。这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善根，这个很难得了，非常不容易。善根是什么？大乘经教里常说，世间善根，也就是说，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，这就是善根。能够出生一切善法，这个善根呢，就是三善根：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十善业道啊，最后的意义，这三个根，出世间一切善根，大乘经教里头佛也说，叫精进。精进是菩萨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。什么叫精进？精就是纯一，精纯的，一点不夹杂了。精就是永远前进，绝不会后退的，这叫精进。那用我们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方法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是真精进。这八个字做到了，上品的功夫生十八土，中品的功夫生方便有余土，下品的功夫生凡圣同居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！所以精进两个字要认识，我们这个心里面有很多杂念，就不精了，精就失掉了。纵然天天有进步，不是精进啊！所以问题还是很多真精进呢，
问题没有了。这个事实真相啊，一定要晓得。这两种人都决定得神啊，你看，不怀疑佛的智慧，知道佛明心见性，所有智慧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。啊，只是佛把障碍都去尽了，智慧现前，凡夫呢是障碍重重，虽有啊不能现前。啊，佛给我们讲这桩事情，深信不疑。啊，知道自己是在凡夫地，知道成佛之后，自信智慧圆满现前。啊，这五种智怎么会怀疑呢？啊，相信自己的善根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再加上精进。这样子，断恶修善呢，就是功德。如果没有三善根，没有精进，修一切善呢，都是福德。啊，福德跟功德不一样。福德，六道轮回里面，享受福报。啊，功德能够帮助我们开智慧，帮助我们证甚果，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功德边的事情，福德做不到。啊，福德跟功德在事上讲完全相同。断恶修善啊，在用心上讲完全不同啊，只要有自己有我，都变成福德了啊。如果念头一换无我，起心动念呢，都是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那你念念行行全是功德啊！这个功德就是大公无私啊！啊，真正做到无私是功德啊！这个智心会向，诚心诚意。与十法，十法是十法界，在十法界里头一无所求这就是纯一真心呐、啊。将自己所做一切功德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，回向给阿弥陀佛啊，我这一生所修的一切功德不是为别的，就是为求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。所以我们有愿有求啊，这个愿求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。这一点，真正求往生的人不能疏忽。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。啊，我们这一念回向心，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就通常无阻啊。啊，什么时候时节因缘到了，佛知道。啊，自己也晓得，一般人
大概自己晓得，绝多大数多大数的人呢是7天之前，就是欲知是知，7天才知道。绝大多数的修行人有这个感应。3个月之前知道的有人数少一点，那功夫深。如果1年、2年就知道，那就有相当的功夫啊！我这一生见到的，在台中修学的李老师，他是1年宣布的。有一次讲经的时候告诉大家，我再跟大家讲1年，就不讲了。当时有听到的同学特地跑到台北来问我，老师说这一句话什么意思？他们不敢问，他找我，我告诉他，老师说1年之后就不讲经了，他1年之后就往生。果然没错，这个就是1年前预知是知。一生专修专弘真是功德了。你看看，介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，这是往生的情形。家父而坐，这坐在莲花里头啊。须臾之情，这时间非常快，几秒钟的事情。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如诸菩萨，具足成就。坐在莲花上几秒钟，整个身。身体产生变化了，唯心所现，唯心所生，这个时候肯定是。转八识成四智，念头一转，身心马上就起变化。像阿弥陀佛48愿所说的，他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身有84000相。一一下呢，又有84000随行好。体质不是这个肉身的，血肉之躯没有了，法现身。所看到居住的大地，山河大地。是法性土，也就是说，完全是心性心生，这里头没有事，没有什么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
啊，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分别是意识，执着是莫那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全变了。啊，阿赖耶变成大圆镜智，莫那变成平等性智，平等性现前。意识变成妙观察智，就是我们这个经上的清净。啊，第六意识变成清净，第七识变成平等，阿赖耶变成觉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转八识成四智啊。啊，所以须臾之前，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如诸菩萨，跟极乐世界阿惟越智菩萨完全相同。啊，自己也成了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具足成就啊！啊，我们要相信佛的话。句句是真实的，没有一句是假话。弥勒当知，佛教着弥勒菩萨，下面的话一定很重要。啊，叫他一句，提醒他。啊，要专心的听教，比化身者。智慧深故啊！他所得到的智慧，跟佛菩萨是一样的，都是称性的智慧。说其胎生者呢，500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事。法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威仪啊，风度、神采里头具足这些意思啊，不得修习功德。修是学，习是实习，习是实现，把自己所学的都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待人处事，这叫习。啊，因为他不见三宝，他没地方学。啊，没地方学，当然他就没办法实习。啊，所以不得修习的功德，无因没有因缘，奉施无量寿佛。啊，没有见到阿弥陀佛，当知此人，叙事之事无有智慧，疑惑所知。啊，为什么说没有智慧呢？他有怀疑，他有迷惑，啊，疑惑，大乘经上常说，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啊，对菩萨都是最大障碍，那对凡夫就更不必说了。凡夫学佛为什么那么困难？就是对他有疑。有迷惑，如果没有疑，没有疑惑，我们会说这个人善根深厚。啊，深厚的善根从哪里来的？过去生中修学来的。啊，绝对不是
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五世学佛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这个人过去已经供养过无量无边诸佛啊，过去生中学佛有很深厚的基础。那他过去是为什么不成就呢？因为有疑惑，障碍他成就。假如对佛所说的话，完全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他就成就了。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，啊，我们冷静去观察小孩，啊，古时候大家都相信，3岁之前他有没有疑惑？他没有，他相信他的父母啊，别人的话未必相信，父母的话就是，那是完全相信，没有丝毫疑惑。啊，慢慢长大了，看着东西多了，听得多了，疑惑慢慢就生起来了。啊，所以古人。懂得这个事实真相，教学对这个方面是非常注意啊。从小培养他是，培养他对父母当然不怀疑，这天生的，这信得了啊。然后进一步培养他对家里面的长辈不怀疑啊，对祖父母不怀疑。对伯伯叔叔不怀疑，啊，对长辈不怀疑，再提升到对古圣先贤不怀疑，对佛菩萨不怀疑，甚至对神都不怀疑。这个善根是后天栽培的，是父母教的。啊，教得好啊，上学去之后对老师不怀疑，老师教的东西啊，他完全吸收了。如果对老师怀疑，老师东西教授教给他的，他没有吸收，充其量是他的参考资料。啊，他没有真的了解。所以他没有办法奉献。啊，这些事实真相，这些道理，我们都要搞清楚。下面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。右，这右面我们学的这一段经文，总名极乐胎生化身因果之相啊，往生极乐世界胎生化身不一样啊。啊，具信往生之人，即信佛智，一信即善根啊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，一生的际遇啊，我们的富贵贫贱啊，苦乐的报应
都在这一念之间。啊，一念信，一念不信，这个关系太大了。佛法里面讲信，第一个是信自己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心愿心，信他讲了六条，头一个就是信自己。啊，为什么把它摆在第一？因为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法是自己心先识别的，所以头一个相信自己。啊，第二呢，则信他。他是谁呀？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以及本师为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，这是他了。世尊给我们的教诲，我们没有疑惑。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小教诲，我们没听到，没看到。二是由释迦佛为我们转述，我们知道了。我们对释迦佛也不会。啊，你比如本经第六品四十八愿。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释迦牟尼佛将佛的四十八愿原原本本，一字不漏转告给我们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不怀疑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接受，啊，这就信他了。啊，第三个信四，第四个信理，第五个信因，第六个信果。信因，信果。啊，你看字。他四理因果，这叫六心。啊，那么有这个信德，啊，信是自信里面的德，道家讲道德，它到底意思？佛家讲的自信，自信其用就是德。啊，所以道家讲五德跟儒家完全一样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信是最低的道德标准，信要没有了，道德就没有。啊，有信德才有仁义礼智。好像盖房子五层大楼，信是第一层，没有第一层，上面四层盖不成。啊，所以佛家把这个信也是看在第一层，最重要的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。啊，道是菩提大道啊！菩提大道的根源就是信，
是出是法，无量无边功德之母，就是信能生功德。没有信，功德就没有了。古时候教育，从小就教这个字。现在不叫了，现在换了，不叫信，叫你怀疑。科学的精神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，怀疑生出科学。那信呢？信就生出道德仁义礼，这生这个东西。怀疑就生出科学。科学不错啊。看起来挺热闹的，可是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我们现在科学的甜头尝到了，科学的苦果我们也尝到了。细细想一想，得不偿失，我们得到的太少。我们付出代价太惨重了。你看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，这是惨痛的代价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确实有一部分善根深厚的人开始觉悟了，要把老祖宗的心得找回来。来拯救社会，来拯救地球。不找回来没救啊。那么自己信自己的善根，也信佛的智慧。外目诸神，目是两目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诸佛如来，对他升起仰慕的心，尽心四起。我也想跟他一样啊，做诸功德了，至心回向。做诸功德就是断我修善。发心念佛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以这个功德回向亲近阿弥陀佛，借于佛前莲花化身，这满愿了。光明智慧。功德成就，具如菩萨，这是讲的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所修集的功德，在极乐世界开花结果。到极乐世界，你的光明智慧、功德成就了。像菩萨一样，这个菩萨什么菩萨呢？四十一位法身菩萨，住在抱土的菩萨，跟他们一样啊。这个一样，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。说愿力，一定想到阿弥陀佛无界修行，不是短时间的。无界没有说中界，没有说是小界，那就是大界。
五大劫修什么？修四十八愿，愿愿都兑现了。所以我们明白了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，是阿弥陀佛愿力自然感应成就的啊。所以极乐世界不需要人去规划，不需要去设计啊，也不需要去施工，自然成就的，行吗？能相信吗？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讲的太多了，我们听到耳熟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要不相信，问你，你有没有做过梦？哎，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啊，有不少学佛的同学梦到阿弥陀佛，梦到极乐世界。我问你，梦中极乐世界是谁设计的？啊，是什么人施工的？没有啊，极乐世界也如是啊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规划，没有人施工，自然现前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欲界第五天就是这样的功德成就。第六天那福报太大了，自己不必想，第五天想好了都供养你。啊，供养来的还正是我的意思，我就是这样想的，他已经做好了送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身份呢？第六天的身份呢？阿弥陀佛是第五天的，阿弥陀佛通通变化去了，来供养我们呢。那我们这才感激阿弥陀佛大恩大德了。啊，不是阿弥陀佛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享受？啊，阿弥陀佛无比恩德，不但把你生活照顾好，还天天教你啊，每一天讲经说法了，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没有中断的啊。我在早年20多年前在美国就有这个想法啊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福报啊，想是空想啊，做不到啊。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同修啊，在美国买一块地，我们大家住在一起，像弥陀村一样啊，变成一个小镇。我们小镇有念佛堂啊，念佛堂里面每一天讲经教学，我们最便宜的，成本最低的是用播音的方法啊，无线电有线电都可以啊。每一天讲经那个时候是录音带啊，可以播放啊。庭院的小树，树里面放一个小扩音器啊，开放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听到讲经的声音。现在
比30年前科技进步的太多了。现在不但可以听到声音，还可以见到生动的画面。啊，在这个小区，每一个家庭能够收到，啊，闭路电视能够收到，外面呢，啊，小亭子下面、树荫下面都可以看到。啊，这就是模仿极乐世界，让法印宣流，24小时不中断了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听见佛。那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这些小的播音机，有个开关，想听打开就听到，不想听关起来休息。啊，现在是连画面都可以做到。啊，我们教学楼做好之后，头一个就做这个工作。啊，把线路拉好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经，每一栋房子都能收得到。啊，都能听到说话的声音，都能听到念佛的声音。啊，外面人到我们这参学，进入这个地区就听到佛号，就听到讲经。啊，这是大乘佛法的道场。大乘佛法道场应该如是啊！阿弥陀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我们要如法炮制。啊，让人家进入这个境界，耳目一新。那反之，这相反，从反面再看，心中疑惑，则堕太深。啊，心中疑惑就生到边地去了，生到疑尘去了，啊，这叫太深。500岁中啊，不见三宝，等就是等不闻佛法。见不到三宝，听不到佛法，这个苦啊！他物质生活不苦啊，物质生活就像桃李天，像夜摩天一样，那个快乐得不得了。那苦就是什么呢？见不到佛法，啊，听不到佛法，这个苦。啊，是皆由无有智慧疑惑所致，是以。断一身心，智为一切药。这8个字太重要了。如何断一？如何身心？啊，如果不是长时间的熏修，你怎么能断一？你怎么可能身心？啊，只要信心一生，这个人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欧耶大师说的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无。你看，都是信。
你真相信啊，一点都不怀疑啊，真愿意去啊，不想在这个世界再住下去了，真想去了，这样的念头就决定得生啊，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没有说念佛功夫多少，与多少不相干。功夫前身，功夫在哪里呢？你那个心是真是假，这是功夫。你对这个世间毫无贪念了，你是真心的，那功夫深。你对于这个世间还有丝毫留恋，这功夫浅了啊，品位高下了，在念佛功夫浅深，这话说得非常之好啊。所以学习圣贤教诲，学习古老的传统文化，信心第一重要啊。孔老夫子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啊，大圣至圣先师，至圣是圣中之圣啊，就像阿弥陀佛佛中之王啊，这就是至圣了。啊，他告诉我们他修学的心态：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。这八个字，我们要认真学习。啊。前面这四个字就是老实，后面四个字就是听话，就是真干。啊，信了才听话了，好古真干了。啊，说而不做是老实啊，我没有创造，我没有发明，我也不想创造发明，老老实实跟古人走，老老实实学古人，是这么成就的啊。所以断疑生信，释迦牟尼佛一天都没有放松啊，每一天讲经教学，为什么？帮助众生断疑生信，这是戒引。摄受，戒引摄受之后，还是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，那为什么？帮助大家，提升大家，断惑真正。这是第二个目标的成就啊！第一个先帮助你断疑生信，进门。进门之后，帮助你破迷开悟你就证果了啊！不进门怎么能证果，进门之后帮助你证果啊！对初学的人，佛讲经说法就两个作用，
第一个是断疑生信，第二个是帮助你断恶修善。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我们现在看底下第41品。或经见佛，这部经佛讲的时候，确实自自然然有次第，最后什么？最后成佛了，见佛就成佛，见菩萨就成菩萨。请看经文。譬如转轮圣王，游七宝狱，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层楼其殿，宝帐金床，蓝床榻座，妙食其珍，饮食衣服，如转轮王，而以金锁西岐两族，住孝王子，零落此佛。这些小王子犯过失了。转轮圣王要处罚他，把他们关到监牢狱去。这个监牢狱也是七宝所成的，皇家的嘛，皇宫里面的，把这些有罪的小王子禁闭在其中，这个里面物质上的享受跟转轮王没有两样，楼台亭阁，宝帐金床，妙食珍奇，饮食衣服，没有一样不好都非常精致可是，而以金锁，这就叫手镣脚铐。手镣脚铐不是铜铁的，是金银七宝的。西岐两族这就是脚镣。住孝王子住在这个地方，快不快乐呢？此时悲也。佛对弥勒菩萨说，弥勒菩萨回答，不也世尊，小王子不快乐世尊，被忧滞时心不自在这些小王子失去自由了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。小王子的心念着哪一天才能够离开监狱，哪一天能够被释放所以欲求处理，求助进程呢，终不从心。进臣就是看守他的这些人，管理监狱这些人，求他们不行他们没有权释放你。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转轮王欢喜了，好，放掉，才能放掉，他才能解脱。这一段全是比喻。目的
是劝大家知道卧苦，你才晓得断疑身心的重要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本品续劝，这是接着前面一品劝断疑去惑。初，这是第一段，以王子被囚做比喻，家乡所言。转轮圣王比喻无量寿佛，七宝宫殿呢是比喻净土，王子得罪也是比喻疑心人的过失，对佛智慧疑惑，对自己疑惑。经所比喻花不开啊，如指物质环境啊，比喻这个物质环境跟转轮圣王没有两样啊，指饮食衣服如转轮王。啊，与花中受快乐自在啊，或欲可知，我们能够想到。啊，层楼即重楼，两层以上的。啊，床人所坐卧者。啊，帐床帐，帐师与床上。啊，睡觉的时候，预防蚊虫的扰乱。啊，榻用处同床，长狭而低者曰榻。啊，我们早晨吃饭，餐厅里面摆了一张榻。啊，功用跟床相同，但是它可以当作椅子来坐，也可以躺着睡觉。啊，所妙施真奇，啊，这个所就是比喻的脚镣手铐。啊，以奇异珍宝啊，作为巧妙的装饰。有智呢，又是求，智是居之啊，所以有智今天讲居雅啊，把它关在监牢狱里头，这是把里面一些名词术语做简单的解释。此事所答，收云被压之时啊，被这个转轮圣王关到监牢狱的时候，没有自在，自由失去了。这个时候一心就是求处理啊，方得解脱，他不会有别的心啊，天天盼望哪一天能够重新获得自由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佛告弥勒，此诸众生亦复如是啊，若有堕于疑秽
祈求佛智，智广大智，欲自善根不能生信，又闻佛名其性辛苦，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。这是好比前面所说的被囚禁了啊，被关到监狱去了。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，何以故？彼中清净无诸秽物啊，这个意思是比喻前面所讲的这个监狱是七宝所建的啊，然于五百岁中啊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祀诸佛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心乐啊。这个地方是有享受，但是不能帮助自己提升啊，这是苦啊。好比在学校念书啊，这个时候退学了，虽然物质环境很好，在学业要晚一年完成，以这个为苦啊啊，他没有快乐啊。说若此众生呢，失其罪本，一下明白了，醒悟过来了，身自悔责，悔是忏悔啊，则是自责，求离彼处啊，往昔事中过失尽矣，然后乃除啊，你有忏悔，你有改过，啊，过去生中过失没有了，你就出来了。忏悔，改过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经文开头是佛告弥勒：“此诸众生，亦复如是。”啊，就像前面的比喻一样，啊，举世和前面的比喻，花胎呢和七宝鱼。啊，不得出现的，和而以经所悉其念祖，犹如圆圆宫殿之象啊，无诸秽物。啊，他居住的环境是净土，啊，没有染污。这个秽物今天讲染污，啊，或层楼其殿。如转轮王，生不信要啊，或消亡不落啊，他没有快乐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舍其罪本，乃至然后乃出，这个或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这是把比喻跟说法合起来看，净云素云：民胎生者，无余苦事啊！生到极乐世界不苦啊，极乐世界是真乐，没有苦啊。啊，他苦在哪里呢？苦在不见三宝，但五百岁也不见三宝。不得修善，
用此为苦。啊，以此苦故啊，虽乐不乐。啊，他不觉得自己快乐。为什么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目的何在？他不是想乐趣的，希望到极乐世界就能见到阿弥陀佛，就能见到诸大菩萨，啊，就能够真正的接受阿弥陀佛教诲，这个是快乐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每一天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，乐死啊！啊，供佛是修福啊，听诸佛说法是开智慧呀、啊。那么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修福修慧，福慧圆满了就成佛了。你看，我们皈依佛二足尊，这二是什么？一个智慧，一个福报，两个都圆满了，足是满足，这两种圆满了就叫成佛。那佛是福慧二足尊。啊，那么现在到极乐世界呢，见不到三宝。啊，是不错，这个世界没有染污，样样都好。啊，我来到极乐世界不是为这个，我主要的目的达不到，这是苦事。有一机缘。但忘甚乐，列乐为苦。如心上者，厌下列定为出苦等，虽名为苦，非受苦也。已经说的也不错。啊，菩萨忘佛，佛比菩萨殊胜。菩萨羡慕啊！啊，不能跟他相比呀、啊，这就感到苦了。啊，如心上者，啊，羡慕上面，对下列定就觉得出苦。佛是自性本定，菩萨还是修定，定功智慧比不上如来。可是往下面看呢，下面是全教菩萨，圆觉声闻。他们虽有定，跟菩萨相比差很远。啊，菩萨看他们那个定是粗是苦。啊，虽然有这个感觉，并没有感受。啊，阿罗汉有定慧之乐。超过28层天了啊！菩萨定慧之乐超过声闻缘觉，
那佛的果报上，菩萨所不及，等觉菩萨也不能相比。又往昔，无量寿经超越，问生边地是宜兴国，为是修善国。这个问得好，这也是我们的问题。这个人念佛往生，生到边地，到底是宜兴到了边地，还是修善到边地？你看这里答的，我们一定答宜兴出边地啊！他这不是的，正是修善苦，不是宜兴苦。为什么呢？因由宜兴所见杂故。意思懂了吧？行善，行修善里头有怀疑夹杂在里头。疑心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呢？是修善，真正修善。修善是什么呢？发菩提心，意向专念，这是修善。这里修善不是讲别的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可是念佛了，句句佛号里都有杂念，这个就值得我们要注意了。所以为什么祖师大德讲你念念当中没有杂念？印光大师教我们修。舍念法就是舍句，舍句佛号啊，不一定是一口气，不讲究这个，只讲究舍身佛号，从一到十，记得清清楚楚。你看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这个样子是杂念不容易进去。如果你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而不去记，不用心去记，它就有杂念进去。有杂念进去，这样念佛生遍地，没有杂念就入品了。没有杂念就是经常常讲的智心一念生念。智心是真诚到极处。什么叫真诚？曾国藩《读书笔记》里头跟诚下了一个定义，叫什么叫诚呢？一念不生，是为诚。那说诚是什么意思？诚没有念头，有念就不诚。那净宗呢，只许你有一个念头，不许你有第二个念头，这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我要到极乐世界，我要见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是佛教给我们的，这叫正念，叫正心，里头掺杂着杂念在里头，就把你的功夫破坏了，打折扣了。所以往生还是念佛往生。为什么生边地？念佛里头有杂念。什么杂念？怀疑佛智，怀疑自己善根，有这个杂念就生边地。这个解答的好啊，把我们的疑问呢解开了。所以他是修善果往生的，不是宜兴果。
但由疑心所牵杂故，令所得果不得纯净。道理在此地。若此众生下正确断疑之罪，忏悔求出。啊，这是幕后这一小段。若此众生摄其本罪，深思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事中过涉敬意，然后乃出。就是这一段。啊，本罪，啊，罪本呢，位移作本罪，啊，意思是相同的。慧疏曰：“本罪者，疑惑罪也。”就是这两种疑惑。怀疑自己善根，怀疑佛智。啊，往昔云，疑佛无知。啊，怀疑佛无中智慧，谓之本罪，非十恶业也。啊，十恶业不能往生。啊，往生的人一定要断十恶业。深思悔责，忏悔，后悔，啊，自责，以及云，言悔责者，此行察心，名为慧耳。啊，则何则其迷心也？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之时，要常常提得起来。我一念错了，为什么又想这些事情？啊，这个念头才起，立刻就转成阿弥陀佛，佛号念念相续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检点心性。啊，忏除业障啊，最好的方法。那我们通常把它放在碗课里头。啊，为什么碗课？我们学本经32到37品，这6品经文全是讲的无恶、无痛、无烧，啊，就是细说无界摄善的果报。帮助我们反省，帮助我们忏悔，帮助我们改过，用意在此地。凿刻我们选的第6品，
四十八愿啊，我们念念仰慕阿弥陀佛，念念呢，想接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心愿就在这一品经上，希望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啊，这才是真正把阿弥陀佛变成自己啊，自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自心，用四十八愿把我们起心动念转变过来啊，起心动念全落在四十八愿里头。平常这一句佛号它才管用啊，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四十八愿，这一句佛号里面具足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六品经典忏悔啊，这样的早晚课没有白做啊，古人定的早晚课是那个时代的人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你看国家的宪法各个几年要修订一次，为什么？有的不适用了啊，现在我们的社会跟古代不一样，古人在那个时候定的这些课诵能实行能帮助你提升戒定慧，现在我们用他的课这个功课，我们古人得到的利益我们一样都得不到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定功，没有规矩啊，所以那个扩诵学不来的啊，无慧楞严神咒啊，古人这个咒念的是念出来是真灵啊，现在念的不灵啊啊，李老师当年教我们，他学过隐身的这个咒语，咒语一念的时候别人就看不见他了，隐身的他念给我们听，念完之后问我们看到他没有，我看到啊，每个人都看到他不灵了啊，人家那个时候念灵，为什么？这功夫到了，我们现在光学这个咒没功夫啊，那所以不行啊。啊，就古人说他定慧到了，到了个那个咒一念就感应了，他就灵了。现在没定没慧，光学的语言不行啊，音符也能学人说话，他不是人啊，他还是畜生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在这，今天根性是远远不如古人，我们的扩诵要往下降啊，降到最低，哎，阿弥陀佛能救一切众生，连释迦牟尼法灭尽的最后的一百年无量寿经在，无量寿经没有了，还有一百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那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是底线的，他才伟大了啊！我们今天用阿弥陀佛
来做我们的早晚课，用无量寿经，这个没错。现在末法时期啊，那些古人定的，那相法时期定的，相法时期戒律成就，这个禅定成就啊，依照这个定的。啊，我们今天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要依无量寿经来定课程。啊，不是没有根据啊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净宗这个课程本，差不多也用了20多年了。啊，20多年，无论在家出家同修，依照这个课程本修学得利益。啊，所以我们楞严摄小咒都不念了。啊，我们的早晚课只有一个目标。我们要做到心同阿弥陀佛的心，愿同阿弥陀佛的愿，早课。晚课呢，德同阿弥陀佛的德，行同阿弥陀佛的行。我们只有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。只有一个心愿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一心想见佛，不想离开佛。啊，所以专修专弘。往昔有云：“500年宗啊，序章微薄，摄其本罪，而生悔责。”一悔责，诸故长进。即到阿弥陀佛所，啊，这就是在边地上的人，他的业障慢慢些消掉，到消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就觉悟了，就知道他自己错了，知错就能改。啊，悔则是改过，改过啊，才能够求生。他已经生落极乐世界了，啊，求脱离边地一尘。啊，这样才能够到达，就见佛了。啊。即到阿弥陀佛所，这就是见佛。见佛当然闻法，啊，当然就入了品位了。啊，只要一入品位，自然就得到弥陀本愿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支菩萨。啊，他就大幅度向上提升了。又谭鸾寺略论云：“摄其本罪，深自悔责。求离彼处，即得如意。”
这个意思跟往昔讲的一样。啊，还同三辈圣者，当时500年末方是最慧也。啊，谭鸾大师。啊，往昔皆为悔罪得出，在500年末。啊，认为50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慢慢的他觉悟了，他回头了。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前也常见，也能够体会得到。比如人在年轻时做了很多错事，年岁老了，退休了，想想过去造作那些不善业，后悔了。年轻时候不知道啊，年老的时候晓得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的心沉淀下来了。年轻的时候心浮气躁，啊，极乐世界边地一城这个地区。啊，你确实是有善根，有福德，你往生了。但是往生的时候还有这些心浮气躁的习气，必须要把这习气沉淀下来。啊，为什么？沉淀下来之后，你见阿弥陀佛，见佛闻法才得受用。否则的话，见到之后还是不得受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个阶段是有必要的。啊，没有问题的人当然无所谓，有这些问题的人就有必要，要经历这一关，在这个地方淘汰这些习气。让自己真正谦虚了，真正悔过了，啊，这才能解脱。啊，所以我们想，在这个里头人也很欣慰。欣慰的时候，他终于到了极乐世界，他不会再退转。啊，这是自己非常欣慰之处。啊，后悔的时候，后悔是自己信心不足。啊，来了没见到佛。但是，迦详疏有另外一种说法。啊，有一说，俗语。身自悔则，民不比一种。若能悔，解除；不悔呢，一定要满500岁。啊，跟谭鸾往昔的说法不一样。啊，谭鸾也了不起啊。没有列入祖师的地位，啊，他不比哪一个祖师差了，都是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的人啊。啊，他们的看法是，一定要满500岁，是比满500岁，啊，他才会后悔。可是每一个众生与云不同，
这善导大师的话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遇到无比殊胜的缘分，这一生也有可能十报图上品上生，都有可能的。遇到的缘下力，往生净土，下三品往生，同居土啊。那么这些边地遗尘的，他们不一定，这里头有可能有善根非常深厚的。你知道为什么生的边地遗尘与语言不同？他有疑惑，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断疑生信，可是他幸运具足，真往生了。因为疫情没断，到边地去了。什么时候觉悟回头，不一不定。有人很快，有人很慢。最慢不会晚过500岁。这加强书里头所说的，是以上二说。也不相违背。500岁末，放射十罪忏悔，乃遍地人中之多数。不待500年忏罪得出，乃其中之上根。根性不相同啊，根性不相同从哪来的？都是从教育来的。前世今生有没有机会受到圣贤教育，或者我们说的更白一点，从小有没有接受过诚信的教育？印祖给我们讲的，一份诚敬得一份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从小有没有人教给他要真诚，要恭敬？这是属于善根。遇到在这一生当中，父母懂得教育，老师懂得圣贤教育，这个人善根自然就深厚啊。善根薄的也被教出来，那善根厚的就可想而知。这是决定能成功的。过失净矣，就是过去疑惑的这种过失忏除净尽，然后方得出离尘，见佛闻法。
故知，不论是五百年中，或者是五百年末，总而言这一句话，总须续故全消方得出也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一定要过时消掉了，你才能出去。那么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，能够推想得到，人堕地狱，到地狱里头，要把他过去今生所有地狱业统统在地狱消尽，他才能出来地狱。人堕恶鬼道，恶鬼道是贪心。那个贪婪的夜袭一定是在恶鬼道断尽，他才能离开恶鬼道。一个原理，一个道理啊！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三恶道啊容易去，不容易出来。不是说不容易出来，因为你的罪业要把过去生生世世罪业统统在这消掉。才能出得来啊。贪的习气不端净，怎么能出来？嗔恚的习气不能端净，怎么能出地狱？嗔恚里头包括傲慢，包括嫉妒。傲慢、嫉妒、怨恨、不平，都是从嗔恚延伸出来的。于是我们就晓得，三恶道是消恶业障的，三善道是消善业障的，全是消业障啊。业障是自己造的，天堂地狱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天堂三善道，善业功德所成就的；地狱恶鬼三恶道，恶业功德所成就的。我们总是把这一段这个事情啊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清楚明白就不怀疑了。一根拔除了，往后修行就容易了。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经文。积德往矣，无量寿所。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，如阿耶陀。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设大利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后面这一段
世尊，苦口婆心啊，劝我们要断疑圣贤啊，疑惑的伤害实在是太大太大了。特别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已经遇到了这个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了。那现代人业障重，与这些大法，首先就是怀疑。这个怀疑不能怪他，他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就是普遍怀疑的时代。你生在这个时代，对圣教不怀疑，真叫稀有啊！那我们见很多人，先对这个圣教有信心，很相信，很认真修学，可是遇到一个缘碰到了，他就把信心失掉了。啊，转信他叫了，那叫真可惜。如果这个人还有善根，还是有福德啊，有佛菩萨善神保佑他，他吃尽苦头到最后又回来了，有不是没有啊，但是不多。堕落下去回不了头来的人很多啊，最后回头的我也看到过啊。我早年有一次在台湾南部讲经啊，主云法师邀请我的，在凤山遇到一位老居士啊，我那个时候大概顶多50岁的样子，这个老居士也80多岁了，退休的，是个将军啊，早年信佛，中途退掉了啊，去学道了，学其他宗教了，到了晚年的时候80多岁了，又回头。再想想看，那些东西还不行，解决不了问题。现在年岁大了，我专心念佛。啊，告诉我，他每天念30000声佛号。啊，怎么念佛呢？他们不是在佛堂，他住在农村里头，在散步，一步一声佛号，他走30000步，每一天早晨走30000步，念30000声佛号。这很好，所以80多岁红光满面，身体很好，运动量够啊！啊，他用这个办法啊，所以我看到的我也很欢喜赞叹他啊。他偶尔也来听经啊，所以这是广学多闻。转好大的圈子，最后还转到念佛，那不错。只要能转，他就能成就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啊，
即得往矣无量寿所。啊，这一句经文，加强所言，即得者不可思议，立刻。啊，立刻他就见到佛了，为财出莲台，立即见佛闻法，不再经历时刻。啊，一点耽误没有。一出莲苞啊，就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就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。啊，久久一当开解欢喜。盖因其人，生前智慧不明，至今复少。经教学习不多，阿赖耶里头经教的种子少，所以智慧就差一些了。那么现在语言陈述了，虽然亲近弥陀，亲临佛训，但以心垢未除，情境犹存，故需多闻熏习，增长智慧。这个过程是必须的。阿弥陀佛虽然加持，自己还得要用功啊。自己不用功啊，你的智慧德相神通不是自己的，是佛家的，也管用，不是不管用。啊，但于自己总是各一层，所以佛家是一回事情，自己还要继续努力用功，不能懈怠。啊，所以多闻熏习，增长智慧，实能信解佛语。这个几句话也非常重要。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境界。啊，不能不学，不能推信。不能中途改变主意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一定要坚持到底呀！为什么？坚持到底会见性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路走一半就回头，就改变方向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不改变方向，不回头，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地。目的地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见性成佛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